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你知道基隆市政府哪一个处是最会管吗？从出生管到死亡，甚至连地方的基础建设全都包了。答案是民政处。在今天节目中呢，就为您邀请到三位民政处的有力人士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带大家来看看近年来民政处为民众所做的各项服务。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民政处处长张元祥。主持人以及所有收看关心市政做回来的乡亲好朋友们大家好。处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市立殡葬管理所所长满立章。小欣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所长好，他是最年轻的所长哦。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基隆市政府民政处自治行政科科长吴正贤。小欣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吴科好。要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哦，就是人生最后一里路，这个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如何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让往生者获得尊严，及再让在世的亲属获得一份慰藉，是我们市府很重视的一项课题。所以市府规划的生命典藏馆如何克服困难，要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元祥处长。好，各位观众朋友，其实这个基隆市的生命典藏馆，俗称就是纳骨塔，是一个从原址然后拆除新建的一个工作的方向哦。那是从民国110年，距今已经有3年之久哦。当时就已经开始做规划设计跟审查。那经过了在所谓的设计的阶段哦，有一些修正的情况，在当时原始图就光设计的阶段就设计了到11个版本才被核备，所以这经过很漫长的时间。那在112年去年的7月6号哦，总算把这个所有建筑规划核备完成。那核备完成之后，当然还有一些包括水土保持相关工作在送审之后，水土保持也完成了核定，在去年10月18号。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相关的规划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我们这个生命典藏馆呢，它是一个从地下1楼到地下6楼的一个建筑物啊，在我们的这资料看得到，总计的经费呢是到4亿7千万元啊，4亿7千万元这样一个我们在工程上叫巨额的采购方案。那这个经费总共盖要来盖总计的约5万个这个纳骨塔的这个柜位。这柜位不只是纳骨塔哦，就是我们一般现在看的就是这种比较小型的一个瓮。然后因为刚好提到它是由旧的原有纳骨塔要移到新的过来，所以这里面呢原有纳骨塔种类有3种，新的我们要满足这3种，但这3种加起来大概12000哦，所以我们未来还有38000个这个柜位在基隆生命典藏馆可以使用。那旧的这12000呢，大概就是有分这3种，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人的骨灰罐哦，就是骨灰罐哦，再来呢就是有骨骸坛，骨骸坛就是以前比较传统的，对，就是那种比较大就对 ，Q 骨剪骨起来这种哦，没有化掉的骨骸坛。那也有所谓的灵位牌啊，就是除了放骨灰罐、骨灰坛以外，又上个灵位牌。那我们现在规划呢是在我们的看一下下面骑乘哦，其实就很快的是在今年5月30号哦。就要做招标的动作，我们很希望这次的招标可以顺利的标出去，赶紧来进行所谓750天日历天的工作天，预计在115年的7月要来完工。但完工之后，这工程上的名词完工，是完工不代表是可以使用，完工还要验收，验收之后还要做启用，才有启用这样的事情哦，得产生。那回来讲就是说，我们希望基隆市的市民呢，现在啊，就是稍微忍耐一下，特别要对于已经从旧的纳骨塔里面这约略12000位的祖先的骨灰罐、骨骸坛跟灵牌位，现在是移到我们基隆市殡葬管理所，约墓位置就是我火化厂的正对面哦，有一个叫做暂错区，让这些从旧的纳骨塔经过的这个法会啊，然后移到暂坐区，连地藏王菩萨都跟随出来哦。那
这些祖先们站错在那边，我们也会按照该有的礼俗、礼仪、祭拜，以及像最近地震啊，对，我们就非常担心那天04、03地震啊。早上我第一件想的事情就赶快打电话到殡葬管理所，我站错去有没有怎样？好家好家在这些祖先哦，这祖先都非常的保佑，不会掉下来，对，完全没有。这是当时其实包括这个站错过来到站错区都做好良好的设计，要防震都对，要防震，要固定住哦，所以一个都没有少哦，一个都没有少。那现在最期盼的就是在招标作业能够顺利招标，然后呢进行工程啊，然后让我们未来呢还会让赶快让站错区完成工之后，第一批进驻的就是原先在我们旧的灵骨塔纳骨塔里面移回去到新的这个生命典藏馆里面。那生命典藏馆这1到6层，我们完工工程之后，先做第一批的哦，也就是刚刚提的这个移回去，然后也会有一些空位啊，大概8000左右，陆续的来接受民众的这个付费制啊，来购买我们的这个生命典藏馆。那这个是我们民政处现在在处里面最巨大的工程，也是我们大家最关注的。民政处由宗教礼仪科有专人啊来帮忙，当然殡葬管理所也会来配合。未来在工程期间呢，顺利招标之后，有一些比较大的日子啊，要请我们这个民众在前往殡葬管理所办理相关事务的时候，也是帮家里办理后事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相关的工程，请大家多多担待。我们希望工程能够顺利，那也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在完成之后得到好的品质，然后来服务我们市民大众。是，哎，真的可以看到师傅真的很用心，在我们的生命典藏馆，就是之前的纳骨塔，就是转型之后，将会有全新的服务为民众来呈现。那说到这一个生命啊，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就是殡葬业的服务评鉴了。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曼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历年来都有各式各样的评鉴嘛。那针对这一次的，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评鉴他们？好的，就是关于这个殡葬服务业评鉴，因为基隆的话大概有102家的现在的这个殡葬的服务业者，好，然后另外是6家的设施业者。那这个服务业者意思是说我们这么多家我们平常会接触到的，他比如说人往生之后的一些往生之后怎么办啊，临终这种关怀，然后以至于后来一路，然后譬如说进到殡仪馆里面这个小灵位，然后这个后来的告别式，好，整个的这样子的服务，这个比较软体的服务，这个是属于殡葬服务业。那设施的话就是譬如说这个纳骨塔啦，有人就是那个墓地啊这一种的。那所以针对这样子的服务业的话，那我们为了就是提升大家的这个服务品质，所以每年也会做这样子的评鉴。那我们是一年服务业，一年设施业这样子来做。然后在基隆的话有比较，因为那个家属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是采分区来做。那以112年来说，那这一次有4家业者获得这样子的那个优等的优等的那个绩优奖项。那也分别念一下，在画面上面也可以看到，分别礼遇、万珍、远方，还有这个金宝数位科技这样子。那也谢谢他们就是全心全意的为这样为家属，然后为亡者来做服务。那想补充一点是，数位化吗？这个数位化也是，因为像他们的话，就是蛮早就开始在致力于殡葬数位化。我现在指的是金宝数位科技这家，这是举例啊，这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对，所以他们就是包括整个流程，你也可以去线上订购，然后这个服务的流程就用数位化方式，让不管是家属清楚明了，是清楚明了，不会被诈骗。是的，是的，是比较印象深刻的。那然后我们在评鉴这个作业办法的时候啊，我们是跨局处，好，会来一起担任这个联合的评鉴小组。那譬如说，可能除了我们民政处以外，那跟这个消费者有关系的，譬如说产业发展处，然后跟这个空间或者是这个使用有关系的，譬如说都发处它的建管跟实管这样子。然后另外环保局、卫生局、消防局，那我们是联合的评鉴小组里面。那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无论是这个业者的专业的事项、消费者的相关的事项，就可以提升他服务品质这样子。那当然，为了就是配合这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的话，我们也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来把这个评鉴的项目里面来做一些相关的那个
修订，让这个往永续的方向一起来迈进，这样子。是，所以最主要就是要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那基隆有四家业者获得这个评鉴优良之外，另外呢，殡葬所呢也改造翻身。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其实之前很多民众会诟病说，哎呀，为什么就是水的部分，环境的部分，还有墙面的部分，其实在满所长接任之后有很大幅的改善。我们来看，听您说故事。哦，好，好，殡葬所是这样子，就是其实南荣公墓哈，大家我先从中原记，以前大家说，中原记这张玄燮都开始发生的地方叫做杭定，其实那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南荣公墓。就是在这么就是在基隆人印象里面，对于这个地方最早印象大概是这样子。那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南荣公墓其实就已经是这个就是讲规划的那个墓园，然后那时候叫陇川陵园这样子，那也就一路发展到现在。所以南荣公墓它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地方。然后你说它是乱葬岗也对了哈，就是后面整个山头都是。会迷路吗？也没有人带会哦，就真的会迷路在里面。但是白天去 OK 啦，晚上不要去啦。对。然后我们说，我们里面有人问我说，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个这个墓地哈？这样子那个，老实说太旧了，没有办法估计。但是我们总共面积有100公顷，也就是100万平方公尺。然后也这样去抓一下，应该是40-50万座的这个坟墓是跑不掉啦哈。那可能从清朝跨到现代这样子。好，那为什么刚刚说很多人抨击说南荣公墓这个环境脏乱啊，吼这个蜘蛛网啦、之类的？那其实大概有主要最大的几个理由。第一个是我们就靠山嘛，靠山蜘蛛超多，这是整个杂草中就是生物多样性，对，是生物多样性没错，我们也生物也很友善，SDGs 很友善，它友善在我们空间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因为大家带来就是很潮湿，所以东西就很快，那个天花板很快就发霉啊，这也是一个。那再来的话，因为基隆市的话，就是这么久以前就在这个公墓，然后它的出入口其实很多，包括南荣路包括从暖暖那边也可以上来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它不像比如说台北有一个地方给围起来，就一个门这样子，对，或桃园有一个地方就围起来，它不是，所以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出入口很多。那所以说，人流一多的话，譬如说那个垃圾啦，那或者是这个怎么讲，山坡上面有的家属的扫完墓，或者是业者扫完墓，他习惯没有太好的话，那也会丢在上面。对，那礼厅当然实用也是，人来来去去，有时候槟榔渣、烟蒂啊，这个都有这样子，所以就要进行改善。那目前状况怎么样？目前状况是这样，那大概有几个，第一个是我们就是招标的这个委外清洁，我们现在清洁大部分是就是招标委外。对，你有准备 PPT 嘛？对不对？对啊，不过这一页还没有，这一页我先用好，我先用等你。好，等我讲一下。好，就是第一个招标清洁委外这样子。那然后当然以前也是委外，可是现在不是委外，可是就是感谢市政府民政处大力帮忙。我们把这个委外的经费跟提高了，然后相关的人力配置也变多了，是。然后当然在罚则方面也会比较严一点，那这是第一个，那就是会比较严格的盯。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有就是结合法院哦地检署这边申请这个劳动人然后来请他们一起来协助额外的地方。所以你们都想很多方法。是大概是有，老实说有在努力，然后当然是包括我自己，那或者是同仁，就是三不五时哈就去各个地方去巡，对，去巡。然后哪里脏就po在我们自己的群组里面，然后赶快去扫这样子。对，然后那我讲一些地方之前有这个改善过的哈，这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议会的墙面变亮。对，这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啦，这样子。那除了既有的方式，譬如说好，这个是我们的入口意向，那本来很脏了，后来就是把它就是重新洗刷了这样子。是，那再来的话，是这个天，譬如说公共区域天花板，天花板有一些这个蜘蛛网啊，就是就很多嘛，然后很上面脏乱，把它清除油漆粉刷脏乱。其实不止天花板，就是其他的公共区域，我们也尽量，当然还没有全部啦，我们再一步一步在做这样子。然后再来是厕所，对，厕所。这个厕所虽然确实也是大家最常使用的空间，也是重中之重。那之前一楼的厕所，我们这边有一个无家者，他之前东西有堆在里面，然后地面也很脏乱。
然后就请他把这边是给清除这样子。是，对，这是我们就要求他来做。所以无家者住在这里啊。之前老实说是现在是一位，可是之前有更多位哦。因为就陈如刚刚说，因为这边来来去去，我们没有办法去严格去控管这件事情。晚上我们其实管不太到。好，对，那我们能尽量保持我们这边的干净。这是我只能说跟我们是老朋友了。哦哦，好，不能说朋友，就是在这边住蛮久这样子。对，然后再来的话，也有之前有一些政令宣导的布条或者宗教的标语，那个时候有，当然有那个时代的作用。然后像我们现在这个政策的推广期已经过了，我们就先把它拆除，那让这个整体环境会比较这个简约一点这样子。然后最后的话是刚刚说的，就是各角落的弃置的垃圾。那譬如说，这是其中一个，我们有一个临时纳骨塔的地方，那个常年也是被人家堆弃垃圾，然后后来就把它给清掉这样子。那因为其实里面的垃圾不是只有说，这边的我们里面除了我们殡葬所以外，其实现场有一些，就是说住户啦，哈，那也是在那边。对对对，就住比较久的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其实你很难去就知道到底是谁放的东西。总之就是努力去把它给清除这样子。对，那我想额外补充是，刚刚说就是殡葬所，我们服务的不是只有基隆的市民，我们服务的根据统计，我们服务大概有65%是基隆市民，可是有35%是来自外县市的市民，尤其是新北市。真的啊，尤其是我们那个中原记，我们已经不是说什么金鸡雕石嘛，整个就是北海岸的地区，其实就是包括石门、金山、万里、瑞芳、贡寮、双溪、平溪，这些汐止，这些也都是。所以35%是服务新北市。对，几乎都是。那有时候有一些外县，就是他们这些地区，有时候会发现无名尸或者是一些这个刑案，他们其实也会通报到我们这里来，请我们做协助的处理这样子。对，那这是殡葬所之所以的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这几年每一年的话，几乎人数都在成长，因为台北市的第一殡仪馆它今天停用之后，然后这些案量也会慢慢过来，所以每年增长人数大概是20%左右，是这样子。对，所以真的要追加预算了，557万。增加设备还有环境改善，对。是是是。那说到这个追加，好，先讲追加设备好了。追加设备的话，那就是陈如刚刚提到，就557万里面，那其中分成几个部分，比如说其中的90万有针对部分的设施要优先的改善，比如说刚刚这些空间比较乱的地方，天花板也好，这个墙面也好，等等的。好，我看这是在后面这边有，譬如说这样子，就墙面、天花板会优先会改换。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些部分是这个冷气，全面的冷气急剧改善。我们这边冷气非常多，我们这边的厅舍非常多，那冷气不冷大家很痛苦，好，所以这个大概有快要就280万左右是冷气的改善。然后冷气改善，因为现在这个电费的计价方式也不太一样了。那去年的话，其实老说我们就短少了，增加了150万。所以今年我们今年我们要再把它给增加回来。处长的脸变了。对，确实是这样子，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是辛苦了。那150万增加电费，那我们在之前也有拜访那个台电基隆营业处的这个陈处长，然后也跟他请教一下，我们这边用电这么高，到底要怎么办？他有提供我们一些方法，譬如说调整这个高压电的计费的方式，这是我们有打契约，已经有调整了。那接下来就是看之后的运作。那譬如说更换 LED 灯，这个会省电很多。那接下来是尖峰时间的电价，我们要尽量去调整我们的使用习惯，大概这样的方式。那最后的最佳预算的最后一项是关于这个交通的部分。那因为我们在大日的时候，殡葬所路很小，非常塞，所以我们请义交来协助交通指挥疏导。好，那尤其是之后生命典藏馆的工程在施作之后，那这个交通就是重中之重。那我们当然会尽量把施工的时间把它给就是给安排跟人流错开。那此外的话，义交也是很重要我们的协助的伙伴。所以上大概是我们今年会提500多万追加预算的内容。是，然后另外就是还要再来新建环保金炉，让环境永续存在。是，那环境这件事情哈，请稍等我一下。好，等你。对的，殡葬所其中一个被大家可以说 complain 的一个这个污染来源，就是空污，确实是其中一项。就一烧黑烟。就一烧就是黑烟。
加上这个传统的那个礼俗哈，啊，人往生之后认为说我们要烧给他库钱，就是纸钱，哦，让他可以往生带着走，这样之后比较好过这样子。那是当然，尤其有时候烧很多，对，就是烧很多，不是什么一点点，就是什么。以后可以在那个纸上面写多少钱这样烧。只会是这样想，一张就1亿元，烧一张就好了。信用卡，信用烧信用卡。对，但是很显然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那所以我们就改了，我们就是环保金炉。那我们这边请看一下我们的这个PPT 哈。就是像左手边这一张是我们旧的纸钱的焚化炉，这个就完全就是露天的，哦，对，一烧黑烟四起，这个整个的黑烟，然后这个烟灰就是这样子会跑出来，它一点空污设备的都没有。那我们即将要采用新的环保金炉，就是像右边这个图，这个是桃园市已经做好的，这是参考，哦，我们就大概会像这个样子。是，那整个环保金炉的话。其实也感谢就中央跟我们跟中央补助蛮多的，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总共大概1300多万，那目前正在就是努力的就是营运正在施工中啦齁，嗯，那我们预计等这个中间的试营运啊或者是测试之类的好的话，大概114年明年1月会正式启用。那这段期间这个大金炉没有的话，嗯，那怎么办呢？对啊，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些方式。好，这继续烧也是没错啦，吼。但是我们有一些方式会跟大家讲，譬如说，第一个，对我们来讲，你最好不要烧。哇，你最好把，你要买金纸的钱拿去做功德或做善事，对，这叫做以功代金，是，对。那譬如说以功代金的话，你可以做很多啊。你如果你自己有认识的地方可以去捐钱的话，也很好，这功德回向给往生者。对对对。那另外基隆市政府的话，哈，我们也有一些官方的管道。嗯。以目前这个画面所秀的，这个是基隆市政府社会处既有的这个叫爱心大平台。是。这是以前市政府一直有的这个救助金专户。那它可以一般哦，你只要捐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来支应一些预算没有办法使用的哦，给一些困苦的人这样子，它可以做一般，也可以做特殊捐款，这是一个方式。那另外民政处，我们目前哦殡葬所自己也在研拟哦关于殡葬的这个专用的捐款专户，那只是说我们目前还在这个拟定相关的办法哦。那如果等正式上线的话，会再跟大家讲这样子。对，这是其中一个，第一个最好不要烧啊。对对。那第二个，如果真的要烧的话，哦，真的要烧的话，好，那我们建议你，我们现在给大家量是一天一个往生者就是20箱的库钱，20箱就是一箱一箱啊，今天烧完了，明天再来烧。哎，老实说，所以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那你就是对分天来烧。那多的容量，譬如我交100箱，那我当天只有交23箱，哦，有呢，超过100箱都有，都有。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画面这边哈，这个。如果多的话怎么办？嗯，我们就建议你放在现场，我们都有集中的地方，请环保局统一载运来统一焚烧。好，我们现场有比较旧的其他的小炉，可是老实说量呢没有那么大，嗯，所以建议你哈就是集中烧，不然人家要排队啊，别人也要烧啊，就对了，存到银行去，可以记得去银行领钱。那左边的这个图，它是清明节时候的景象。那因为非常多人会来扫墓，所以一包一包就是红色的这个，所以很多人会来放这个集中区。对，这是。然后大概其实就是主要以上这两种做法。第一个不要烧，要烧哦，你去环保局烧这样子，大概这样限制烧的数量。对。好啊，这可以看到那个我们的满所长真的很用心，就是规划层层面面，那大家让大家会有更舒适的这个追思前人的这一个环境。是，对。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不止人过世了，我们的民政处很关怀之外，另外就是在现在呢，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嫌犯逃脱吗？把大家搞得人心惶惶吗？那这一次呢，我们的民政处他其实做了一件事，就是监视器广播。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则新闻。为了加强预防犯罪以及降低脏乱事件，基隆市政府民政处采取设置监视器新的做法，希望像蜂巢一样的紧密，补助邻里装设监视器，一般民众就可以申请安装，每支监视器最多可以补助2000元，即日起接受申请。用邻里巷弄，我们会根据的是今年通过邻里守望相助监视器补助作业办法，在今年度动用预备金，而不是我们的公，就是我们编列的预算，动用预备金，希望能够达到今年度1500支。在这边要借助各位义助的力量，能够帮我们在巷弄部分增加我们的监视器。今年
希望能够达到1500，明年还可以再继续增加，成为一个风潮，大家愿意帮我们顾我们的治安，顾我们清洁环境。民政处长张渊祥答询时表示，补助邻里装设监视器，不用利用电缆线，有 WiFi 的地方可以用 WiFi， 没有 WiFi 的地方用记忆卡就行，有点像是行车记录器的概念，也不用里长先给钱垫付。而我们的监视器，行政议员关心是，我们不用缆线。我们用的就大家如果可以理解，就是说行车记录器，它可以有 WiFi 的地方远端可以控，没有 WiFi 的地方截取卡片或扫 QR code 就可以下来，所以不会有影响这个天空的天际线，不会有很多的，绝对没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线路，只会从家里牵出来。除了李林长以外，公寓大厦管委会当然是我们要补助的，公寓大厦你有也有自然死角，也有环境清洁的需求，也可以申请巡守队。走过的路线，签到的地方，也是我们可以帮忙安装的地方。这是在巷弄里面，所以有别于统包利用业者的这个警察局的部分。监视器的部分没有里长先付费，这是监视器是确定是补助方案。他今天安装好，拿到收据，明天就给钱。我们会相信里长主动找的厂商也好，我们推荐很多的厂商也好，也会告知他不要。先付费才安装，而是你安装好之后拿到单据跟区公所核销，今天安装拿到单据，明天我们就付费，所以不会有所谓带电哦这样的行为。哎，这真的是民众很关心的问题，而且都直接搬到议会厅上来咨询。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渊祥处长，其实这金额还有在升高，对不对？好，谢谢各位观众，也谢谢各位市民朋友。监视器跟感应灯的补助呢，是今年度市长在每一天晚上。7:30到8:30这中间到社区做市政说明会当中最受到热烈的回响，每每市长一问到说有没有需要监视器，大家都会举手，那市长就说我也要举手，有没有感应灯，大家有需要举手，欢迎大家到区公所来申请监视器的跟感应灯申请的方案呢，在今年做了一些金额上的调整，而且是巨幅的调整。我们在监视器是以这个补助一具单机的监视器，不含所有的这个相关的，我们叫做主机哈，现在都用单机。我就举例叫做形容像做行车记录器一样，像行车记录器呢，有的有具有 WiFi 功能，你只要在国外远方用手机，可以直接遥控。所以以后都要替换成这种吗？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就开始了。那另外它还有具有如果没有 WiFi 就具有蓝牙功能，10米内可以下载手机上，这样子不行，行车记录就是拔卡嘛。把那个 SD 卡，我现在都用那个 mini， 就是小型的、微型的记忆卡抽出来就可以来看。你变监视器专家了。对，几乎是这样。那是一具3500块。哦。所以不管是施工还是怎样，对，从去年2000，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1000具左右数量接受申请，安装也已经过半了。是。那加上去年去年装了660，今年如果在已经装500，未来要朝2000迈进的话，我们。全市就如同刚刚讲的蜂巢网，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大马路这个警察局的系统啊，它要更新需要5年的时间。那感应灯更好，感应灯是在巷弄里面，你可以搭配着用，也可以不需要搭配着用。哎，好酷哦！对，那我们最终的原则就是希望这几个事情呢，能够跟市民合作。什么事情呢？把治安做好，因为监视器、感应灯都有贺主跟这个所谓办案，对，就是我们要。那寻求证据哦，或者来破案的这功能。第二个清洁，希望坏习惯、乱丢垃圾等等就不要产生。乱丢垃圾现在检举有奖金啊，监视器检举下去，奖金就可以发到检举人身上。那这个是由我们民政处自治行政科来规划，这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成效很好。继续在下半年，我们还会来追加预算，希望市民朋友共同来帮我们来做申请，维护我们的家园。是，真的就是要维护家园，所以我们的科长也非常的用心哦，他就是层层面面都顾到了，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谢谢小君。那其实从去年的有一位民众被在巷道内被歹徒尾随，然后被暴力攻击，然后到今年的有一个嫌犯到逃脱，那都显示监视器是非常重要的，在治安或是在环保。或是在一些公共事务上都民众都非常有强烈的需求，所以呢我们订定了这个里林守望相助的监视器及感应灯的补助计划，就可以让民众针对有需求的部分来向我们做申请。那我们的
我们先讲感应监视器，我们监视器是一具补助3500。那之所以叫邻里守望相助，它就是希望民众提供他自己家的建物外墙或是骑楼，然后提供这个地点，然后让由民众来装设。那装设监视器后呢，它就在我们有一些要办案或是要治安查处或是要查缉一些乱丢垃圾的情况下，他们就把画面提供给我们，我们来去做后续的追查的部分。所以这个监视器在民众装了之后，他可以跟我们申请补助，但他也有义务提供的画面给我们。那我们就是透过里邻间的互相一起协助，然后让治安还有我们的环境可以更好。是，对。那感应灯呢？感应灯的部分是我们今年新增的项目。因为我们去年只针对监视器。人人都可以申请吗？对，感应灯监视器一具3500，那感应灯一具是3000块。那感应灯也是，它只要针对认为它晚夜间啊，如果巷道太昏暗，那有公共危险的时候，就是、公共区域就对，它就可以在它也是一样，请它提供它自己的所辖的外墙，那或是一些它的场域，然后来装，那就是可以加惠一些对路人或是行经民众的安全。因为我们夜间其实基隆就是一个比较多巷道的地方，那很多都是路灯或是一些灯具无法照到的部分。那有这个感应灯之后，其实对民众不管夜出然后晚归的部分，都有很大的安全上的帮助。是，所以我们就也都是透过里邻系统，在强烈的去跟大家说明我们这个补助方案，那其实获得的回响也是非常的大。就诚如刚刚我们创讲的，市长在每个晚上的市政说明会询问参与的民众有没有这个监视器或感应灯的需求，每个都踊跃的举手。对，所以我们今年也是追加，再继续追加我们除了我们原本的预算外，我们再追加一笔钱，就是要让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申请到，那就在帮在治安上可以让大家过得更安心。对，就是要帮大家过得更安心，所以真的很有感。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一段哦，就是当民众路过黑夜，但灯突然间亮的时候，那一种有回家的幸福感。那家，他是老头啊，等等来玩哦。这样起立物加好。请科长跟大家再呼吁一下，有需要的民众。好，没问题。那我们针对这个补监视器及感应灯补助计划，那我们监视器是一具补助3500。那我们是有一些规格上的要求。那我们感应灯的部分是补助3000，这个部分相关的补助要点我们都有公布在网络上。那如果民众有需要的话，其实直接打去各地的区公所，他们都可以做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说。那如果有需要的民众，欢迎大家都可以踊跃向区公所洽询，那我们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帮各位民众处理好相关申请的细节，那以及后续安装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给予很大的协助。那欢迎大家有需要的就可以请拨打公所电话，然后呢，我们就会帮各位处理后续的事情。
是，就是要帮大家寻求一个最安全回家的路，让大家很有幸福感。那同时，民政处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串联里民的情谊哦。所以每年都会举办这个里里长的自强活动。大家如果回家的时候会看到自己的家门口会贴上一些公告，就是欢迎大家一块来参加旅游活动。那今年是不是也有？能不能要请教科长？对，今年呢，我们今年的里里长自强活动呢，已经都规行程都规划好了。我们会在6月28号的时候，我们有第一次的出团。那其实里里长自强活动在往年都是里长非常关心的活动，因为其实里长平常工作非常辛苦，那借由这个自强活动慰藉他们的辛劳，那也可以让他们联系感情，对彼此交流。所以，我们每年都举办的是2天1夜的一个活动，动态活动。那去年部分，因为我们的市长认为说，我们可以再给里长更好的旅游品质，然后更好的享受，不管是吃住行程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去年我们就先停办，那把那个经费呢，我们到留到今年。对，今年冲高，然后一次给里长去3天2夜的行程。哇！所以呢，我们在其实，在去年底我们就着手在规划这个行程跟一些采购的事宜。那我们就是希望今年3月就是开春之后，马上就让里长去享受这个活动。那很可惜的是，我们在4月3号不幸发生一个地震，前年的地震。那我们的行程是原本规划让去花东，那边对风光明媚啊，好山好水。但是因为地震后，因为交通跟安全上的问题，那我们就赶快变更到我们的西部地区。那我们也因为我们也是想要里长赶快能够出去享受这个旅游啦，所以我们就马上做变更，然后我们马上找了很多的点，然后也去踏勘了几次，那终于我们在最近终于完成所有行程上的规划，所以刚刚我们讲的6月28号我们就会有第一次的出团，那我们也希望里长在这次活动上可以对玩得开心，那可以好好的对放松自己，然后可以跟全市的里长一起做一些工作上的交流。是，真的就是要交流。我记得好像每一个里自己也会办一些自强活动，这也是你们来进行补助吗？我们有规划一些费用，就给里长，然后也有透过区公所。那这一次今年度的里长，刚刚我们政贤科长有提到，其实是3天2夜，以往是2天1夜。最主要原因是市长听到很多地方基层里长的反应。我们去年办了52场市长跟里长的座谈，来了2300多位里长。哇！我们就听到很多里长说，以往每一年办2天1夜品质不好，因为我们经费有限，市长当机立断，我们把2年经费并在一起再加码。当时我们每一年编列预算是一年度是3300每一个人。我们现在是3300加3300是6600，再加码到7500，办3天2夜，而且可以西办参加。哇！这个伴侣就是在你户籍内的，就是里长先生带着里长太太，里长太太带里长老公，那小孩女儿。哇，那就更多人了耶！是啊，是啊，但是西办的部分不好意思，那就是要自费。但如同刚刚主持人所提到，或大家所想的说，当里长其实是一种义务性，那平常帮助里长做这个工作呢，有这个机会。活动也办得不错，大家一起带着西着家眷，然后跟着里长、跟着区公所一起参加这3天2夜。我们很期待这种改变能够让里长们能够感受到市政府的用心。是，真的就是要感受市政府的用心，而且在照顾不同族群，民政处也非常的努力哦。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市长谢国梁非常力挺原民活动哦，他参加了八斗高中的原民周。快乐又幸福，然后又青春洋溢，我们是不是给同学们一个热烈的掌声？
高中啊，看到我们原住民同学表现这么优异，不论是体育班还是各项的这个才艺都非常的棒。那我们未来呢，也在陈明健议员的指导下，我们会把这个原民的这个敬老的政策啊，会降低从55岁开始。那我们会继续跟八斗高中的许校长合作，也会跟部落大学合作，继续呢啊打造更好的原民文化，让我们基隆市可以有更多的孩子们可以啊共同的来成长。我真的非常感激我们谢市长上任以来对于原住民的业务只有答应没有阻止啊，只要跟我们谢市长来有所争取，像刚刚讲的一个敬老卡。我们这是我们第一届实验班，我们转型成实验班，第一届有高三生大学非常优秀亮眼的成绩。在3年过程中，他们配合着老师的指导，然后甚至参加讨论文投稿。就是用行动来关怀我们的原民朋友。那当然近年来的关注原民议题，给原民朋友最大的福利，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云翔处长，其实沉沉面面。谢谢。一个有爱的城市，各个族群都要受到照顾。那原住民族朋友已经来到基隆落地生根了，那在基隆市有15个社区，那15个社区多半应该是95%以上都是属于我们阿美族，从花东上来，早年都从事煤矿到渔业的协助基隆我们的老板们啊，这些船长业主们来工作。那现在捕鱼的采矿的几乎都没了，那就移转到新北或双北，但一样住在基隆，然后往外地去打工或者在基隆当地来工作啊，这样的这个原住民族朋友当老板的也越来越多了啊。那不要说照顾，而是说我们对原住民的这个文化传承，以及原住民族的这个语言的这种传承是非常重要。有一首歌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这原住民会开玩笑说我们一家都是人，都是一家人。那所以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其实让基隆市更有多元文化，把刚刚马立章所长所提到的过去的这个漳州、泉州的汉族移民到台湾的基隆来，原住民从花东上来，现在有新住民，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是符合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的这个 SDGs 里面的共同合作，那产生出更多的文化的这种交叉渲染。原住民族我们在谢国良市长主政之下呢，我们拿了很多相关的这个经费来帮助他。最近会有一个最特别的是，其实中央给予敬老津贴是中央拨给费用，拨给的费用呢，一般我们的汉族是65岁以上可以领取敬老津贴，原住民族是55岁。那我们在基隆其实有发行自己基隆的社福卡，也就是敬老卡。那以往呢，这个敬老卡呢一视同仁，就没有像刚刚讲中央原住民55岁，市长这个大刀阔斧希望让原住民真的就是得到该有的，中央都这么做，地方政府也叫来追随，所以我们在最晚就是明年就会马上来执行，让原住民族55岁就能符合敬老卡的资格。那我们也把原住民的母亲节、丰年祭以及相关的活动，现在还延伸出，因为阿美族是一个往海边居住的一个族群那他们有所谓海祭。我们现在在对，真的啊，前阵子很夯的那个，你要办啊？他们主动办的，我不会嘞，我喜欢海，协助他们，我更憧憬他们对大自然的使用。这个海祭不但是让文化传承，然后尊重就是祭拜祖灵他们都以祖先叫祖灵以外呢，他们传达出来是我取之有道，我要练好技巧，要懂得怎么去海里面去捕捞，这叫取之有道。第二个呢是这个就地取材，不需要再运输。再来是呢能够适量吃多少补多少这样的情况其实对大自然是很有帮助。这是我非常从原住民在丰年祭或各种活动当中感受得到原住民这方面给予的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永续的这种概念。所以各种文化能够在基隆落地生根，然后基隆市政府以有爱的这种态度
跟创造友爱城市的这种施政方针，在市长小孩爸爸谢国良市长的领导之下，我们有更多更多的族群能够展现，民政处在这方面也会更加努力。是，哎，真的，就是有爱的城市。所以说到有爱，就是记录下所有民众很重要的时刻。那当然了，少子化的议题大家都很关注嘛。基隆市政府民政处其实每年都有办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就是单身联谊。我们一块来看看今年度的主题是什么。每一天的出发，命运暗藏着惊喜。时间是一场相遇，它是未知，也是答案。一个人要过得很好，两个人要过得有意思。勇敢其实并不孤独，踏出第一步，跟自己约定幸福。爱情是人生惊喜里的机遇。在这座城市，我们可能早已同荒。时间是契机，我们只是等待一场久别重逢。所有的幸福总有个开始。海洋基隆恋夏物语，和爱情有个约会。6月29，7月20。等你来配对哦。可以看到我们的民政处当红娘，为单身联谊制造不一样的话题，每年都不一样哦。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渊祥处长。好，在议会上面，我们一位市议员单身啊，男性的韩议员特别加强说啊，基隆市政府要多办这些活动，要找他一起去，是很期待，也很期待。那不管在市政府服务或者基隆的各个角落服务，我们都非常期待我们的单身的基隆市市民能够在基隆市政府举办的这个单身联谊派对来参加。派对现在是市政府非常有爱的活动，从社会处、民政处都要办理派对。那今年的单身联谊呢，特别会有延续性，而且会有在地性。我们办了两个梯次，分别是6月29号，刚刚从影片上看得到，跟7月20号。那这两个梯次呢，都会在我们基隆市，包括要塞司令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在地的景点来办理这个单身联谊的活动。所以这联谊当中呢，会充满了这个叫我们参加活动的破冰，先让大家互相认识，然后呢来透过游戏小活动，在专业的这个团队带领之下，大家会从结识相识啊，有机会走到相爱，然后再共度一生。那刚刚讲的延续性呢，就是我们基隆市近年来啊，已经走出一个非常知名的叫海洋老鹰嘉年华，它是一个非常热情、具有巴西森巴舞的一个嘉年华会，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嘉年华会啊。那因为听拉丁音乐，是拉丁音乐啊，跳森巴舞啊，然后我们特别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来结合的这个海洋老鹰嘉年华的壮观这个愿景协会呢，大壮观愿景协会蔡秋玲理事长来一起来合作。也就是他们这些报名的这些单身男生女生呢，可以组一组去走，不止一组，他们可以选择三种。一种呢是你刚刚讲的，他不叫走那是上到我们基隆市海洋老鹰嘉年华一起来参与来跳舞，在街上跳森巴舞，我们会真的教大家跳森巴舞，教大家跳森巴舞。第二种呢，就是教他做我们这个工坊，工坊就是我们会做大型的这个游行的这个器具，对，包括这些偶具啊、服装啊，对，他就可以做这些工坊 DIY。那第三种呢，就是来当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可以在游行的车子上、队伍上来参与，来参与招婚现场，对，电话贴在这里，这也很需要，也很有趣啊。那这对男女就在车上聊天啊，别人看他们，他们看他们别人。那这样的活动，我们希望就是说，从刚刚讲相识，然后相知啊，到相爱，那相爱又有活动，产生共同兴趣。我觉得这样的配对率，其实单身联谊最强调就是配对成功，然后参加完单身联谊之后，再参加我们在老鹰嘉年华年底不是啊，老鹰嘉年华之后再来参加我们年底的联合婚礼，
哇，那我们就非常的圆满。每一年都有这样的循环，我觉得在基隆市，可以展现出这样的特色。那以基隆市的市民在这边工作的、读书的优先，那非常坦白的跟各位报告，我们急需这个因为男性朋友居多了，然后急需要这个女性的朋友。那其实所以每年报名男生比女生多。对，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其实都放得很开。你看前几天。我们才在基隆办的爱语这个华人音乐会 Love Rock 很开心啊，很多年轻朋友其实大家放得很开，那能够在演唱会上尽情的表现，再来选择参加我们单身联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又可以走上海洋老鹰嘉年华，是一个道地的基隆人在基隆来结缘结识，这样活动我们很期待市民朋友能够来参与，这会有相关报名的网站就会公告在我们的脸书或者是我们网站上面，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是，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他的那个年龄还有那个人数，其实都是有控制的，所以要报名的话要快一点哦。所以现在都已经po上去了。是，我们还会有一个这段时间马上就要po上去了。哦，马上就上去，所以大家看到之后，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们的民政处单身联谊活动，大家就可以上网来报名哦。而说到刚才啊，其实人生不是有很多转折吗？其实到最后一个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节庆，我们的民政处也管，就是我们的清明节。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满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清明节是不是有新的一些措施跟服务方案呢？好，是。清明节确实作为这个殡葬所这个一年就是最重要的活动啦，齁。那我们里面有，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清明的这个追思的大典，齁，就是会就是敬神，然后也会然后崇拜我们这边祖先，纪念我们这边祖先这样子。然后此外，如果是清明的措施的话，主要体现在环境方面，譬如说像是好，这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PPT 齁，因为刚刚说我们就是上面是一大片山头，所以里面大家去扫墓的时候，很多垃圾都会放在上面。然后今年就是也感谢处长特别提醒，然后我们在每一个的墓间道的入口，我们都会设置有这样子的垃圾跟杂草的集中栏，希望就引导大家能够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会比较好去清除，而不是都散在山头上面这样子。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是这个跟业者来宣导，我们减少一些塑胶的包装，这也可以看一下我们 PPT， 因为我们传统就是很多的花店的业者到那边，然后民众就会想就是买束花，然后来去放在自己祖先的墓上面，但是常常外面的包装都是塑胶的包装，那所以我们希望的话，塑胶包装完全不会烂了，就是到时候飞到整个山都是。那所以希望改用环保材质，或者甚至是不要有包装，好，这样子来做，这是我们有这样业者宣导。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这个环保金炉，好，这个纸钱集中烧的部分这样子，那希望可以整体提供这个更好的治丧环境。然后想最后补充一下关于殡葬所的愿景，那我们最重要有三个愿景，第一个是持续强化我们的环境的整洁，好，清洁度。那第二点呢，是我们改善现有的硬体的空间设备，那乃至未来空间设备。第三点，我们希望跟业者好好保持沟通，然后共同来提升服务品质。因为殡葬所不是只有殡葬所员工，业者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那大家一起来为这个提供市民更好治丧的环境，那一起来努力。是，就是一起努力要打造永续的环境。是。那另外呢，我们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要请我们的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民众有很多事都会跟里长反映，所以你们在这个里长座谈会当中，其实做了很多年，而且做得很不错。小军，谢谢。对，我们这次的市长下乡的这个市政说明会啊，那我们从三月四号开始办理到现在，也办了70多场。那民众的回响这边也是超乎我们的预期，对，常常每一场的人数都比预估的再多，不止里长来，民众都来了。对，那这当然很考验公所及里办处的应变能力啦，但是人越多，其实大家都越开心，因为除了让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市政建设的一些成果以及相关的愿景之外呢，其实最重要还是鼓励大家多多参与公共事务。那来到这边，来到说明会现场，我们公所的人，然后还有市府的人都在这边。那民众有任何的需求或是有任何的建言，都可以向我们提出，那我们也都会循循受教。那有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我们都会尽全力的替大家去处理去解答。所以这边还非常
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参加我们的市政说明会。那我们市政说明会的相关的举行的地点时间，我们都会透过里长里办公处去跟里民跟各位市民朋友做宣传做询问。那这部分如果民众有想要参加的话，也可以向公所这边来咨询来洽询。所以这边也是诚挚的希望大家如果有空，那就一起晚上6点半到7点半可以来我们的市政说明会，然后一起来我们听听我们的市长对我们的市政所做的说明。那还有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反映，都可以在这个场合跟我们做市府团队做相关的询问。是，就是要倾听地方的声音，打造更美好的家园。最后剩一分钟，我们请院长处长来跟大家分享，说说最后。好，民政处的为民工作是走在最前面的，我们会跟各区公所、户政事务所、殡葬管理所来做合作。原住民的原住民文化会馆，我们也会来做更新。所以各个方面，我们在市长谢国梁的主政之下，我们希望走在有爱城市的最前端、最先锋。有爱城市不但对人有爱，而要对我们环境友善，创造基隆市成为最友善、最永续的一个城市。这是我们市长谢国梁小孩爸爸最注重的事情，民政处未来努力。是，就一个城市的温度还有幸福感，不只是在外表或风景，其实更就重要的是在体会每一个人细细的心哦。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带大家看见民政处近来的努力，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温暖。我们下次见喽，拜拜。